Yeah! What's up, everybody? Welcome back! 今天为各位带来了2018年年度最佳格斗游戏《少林 vs 武当》。哇，这个游戏上网给我找到了。哇，这个游戏很强，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人物。美国空手道，我还有成龙嘞，我还有叶问呢，什么的，哇，拳王哦，虎形拳、泰拳，什么狗屁拳都有，哇，金钟罩也有，蛇拳、巴西，这个不是 Tekken 的吗？拳王的吗？这不是黄飞鸿吗？哇，李小龙也有哦，哇，这个谁了？哇，螳螂拳，哇，醉霸仙也有哦，韩式和气刀哦，八卦拳哦，哇，这个什么来的斗鞋呀、啊？来辟邪啊，打僵尸啊！哇，还有忍者了，永春啊！哇。哦、跟黄飞鸿打哦，这游戏，哇，好料！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来啦，我要打十个，哇，好爽啊！来啊，嘿，好，好，好，兄弟对练吧。这什么搅出来了？这个，我看看这个什么拳？他是拿刀吗？咏春有拿刀了没？我看错嘛，这个是什么？喂，给我出一下剑啊！哇，这个音乐很好亮！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剑，这个剑是什么？哇，讲讲，哇哇，我又打闪过，哇呼，哇，有些什么特殊技能？兔腿？我听错嘛？他讲什么兔腿？秃头啊？他讲那个王飞鸿秃头？我看一下出招表好了。这个游戏好玩哦，一看就知道。我还有必杀技呢，必杀技是往前往后都有哎，前后好多、哦。我们来试看拳的两个必杀技好了，来，来了。甩人呢？甩人还没有看过哎，我们来试看甩人好了，这个叶问的甩人。喂，等等啦、啊，啊，甩人。哇，经典哦！哇，浮腿是什么？没事哦，必杀器，他的必杀器。哇，王飞鸿必杀器，我老也不可以，我要出必杀器啊！等我，叶问，我都还没有出，他死呀！来，出来出必杀器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！哇！给他挡到我就有啦，来来试看我们连段破解啊，连段破解，哎，没有用了，就是打断他的招啊，没有什么用啊，连段破解，哇哇哇哇哇，哇哇哇，好料啊他 ，What's this legendary technique？ 我要出大招啊，大招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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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你就这点本事吗？好笑啊，这游戏累喽没了。哇，还有人哦，兄弟，开始吧。三十拳第一招哦，来少林寺哦，跟和尚打哦。惨了，我用刀啊，用什么手啊？我有刀，为什么还用手？我有刀啊，用三小手啊！哇，他还有棍啊！我不怕，少林控杀少林喽没？让我送你去西天啊！少林控杀，我们是要找出现在里面最强的武功的派啊！我来，哇，这声音，李小龙哦，哇，好香哦！我来，打李小龙有奖。为什么要打你的？我打你的徒弟干嘛？为什么打徒弟？我很强，
哇，大亨这个配音很强啊！哇，很痛哦！哇，他还有双截棍了！十 ，yes， 少赔了嘞！怎么可能打得赢师傅呢？哇，成龙啊！叶问打成龙啊！哇，这个音乐！哇嘞，老道啊，这个音乐还蛮气心的。奶奶蹦哦，这个音乐，哇，这个音乐我会中版权的嘛？不知道。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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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！哇哈哈哈哈！哇，这个追前的音乐很有 feel 啊！哎呦，我想要成龙哎，你在场，可是我一定要打完才可以换人呢。哇，几快啊！你看我手。哇，一个打十个没问题啊，看我的刀，呜呼，起来，哇哇哇哇，大招大招大招，追吴，哇追吴哦，讲什么追吴哦，我的老吴，你就追吴，中你的大招啦，追吴，中鸟啊，给你骨骨断啊，追吴，这个不是那个霍元甲吗？蔡李佛什么鬼啊？蔡李佛，蔡李佛怎么打得赢咏春呢？让我打亮你的光头，挡我！来一个光头喽，让我打断你的头。呜，要剪头发吗？看来没有办法，我要跟他剪头发。剪头发，剪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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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。啊，来来再打。哇 ，wonderful 哦，还有 wonderful 哦，你可以讲一点中文嘛 ，wonderful。跟他剪头发，剪头发，剪头发，剪头发。天下武功。唯刀不快，唯刀不快是什么？唯刀不破。哎呀，还有忍者、哦，日本是什么鬼啊？怎么还有忍者啊？哎呦，哇，还有打雷哦！看一下，日本的武功强还是中国的雷春雷？雷春雷是什么来的？雷春拳比较强。哇，他还有个什么刀啊？速度很快哦，哇，这什么奸诈招数，没有人用脚了啦，这个什么时代了，用脚了，哇，用什么脚，看我林北教你什么叫做用手打飞机，哇去，嘿嘿嘿嘿嘿，我错错，这个是谁的冲绳空手刀哦，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啊，你以为中国人是 Hello Kitty 吗？来呀、啊、哇，外面那个草，中国盗窃鱼，马来西亚那些了吗？马来西亚落地战那的手法，美国空手道也有哦。哎，美国警察在后面哦，看我的功夫好像水这样子吗？咔啾，吐了口水，看吗 ？Foam like the water， 像我们李小龙所说的，来 ，come，let me shoot for you，fast like foam，hit like lightning，and foam like the water。哇，这个什么鬼啊，八卦拳呢，根本就打 boss， 他的血量现在越来越越来越硬哦，就算我打到他他也没有什么伤害哦，可是他根本打不到我，他根本打不到我，是什么啊，打到打到，哇，弓箭哦，哪里有弓箭啊，你没有 touch it 啊，你这是弓箭来的没，这是刀来的，师傅，女生我们放他们一手，我们不打女生的，不要过来，你打我只是还手而已，你打我，我还你一脚。哇，看他不打我，我们就不还手。我们是绅士风格，不要打我啊，我是自卫而已。哇，你的脚开得很大，你以为踢得死我吗？你呀、啊，捉骂、欸，叫你不要过来，不听啊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他不听话，没办法，我们教训他。呜呼，你不要再靠近我了吗？我要修你的一毛啊！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柔道哦，最后一个了吗？柔道好像本来没有的选呢。我唯一的目标，后面那个人是你的老婆吗？哇 ！Fight！ 呼呼呼呼呼呼，也没有很强啊他，你看一开始给我打到，他一开始给我打到半条命啊，他一开始给我打到半条命，他确定他是很厉害的嘛？
他不是 boss 来的吧？感觉根本就打不过我的，感觉根本打不过我，我一点血都没有扣到哦。他脸，而且我还没有睡醒啊。哦，是他的脚趾哦。完了，感谢你的奋战，我有过分哦，成功了打退的流氓，为开张了自己的餐厅。哇，这个游戏呢，如果你们想要试看呢，在 Steam 上面可以购买了，这不是免费的，而且还蛮贵的，其实。哇，它有不同的模式啊，生存模式、大会模式，喜欢的话可以去购买了。好了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搞笑新闻王。